有。Yeah， 能点正常角色。不要选烈阳路杀，拜托。这边有没有外合吗？哎，没救了。这是来乱了，排位赛选烈阳路杀。白要输了啦。我不要跟烈阳路杀走啊！救命啊！难啊，我的等级比烈阳路上还低，但是他的等级没有用啊。上路崩吧，哎，这个烈阳路在乱跑。惨了。而不要直接放生他。哎呀，还被他抢走。这宿鼠真的无解呢。厉害呀！我决定放下路了，气死我了！乱跑，
他真的是来乱的。哎。你都长不起来。也对不起，这个鲨鱼到底在干嘛？这个鲨鱼根本都不来帮忙，来乱的。真的无解了啦！大鱼也不得分，也不打架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加油！
鲨鱼根本就在乱。我们是不是四打六啊？有啊，来丢喽！5、4、3、2、1，比赛结束。逆转？败北。没有逆转，前面掉太多分了。我是 B 区，是 B 区，是我自己。